冰箱有那个麦当劳的那个什么凤梨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那个。啊，你昨天绿豆沙喝完了？喝完了，在冰箱，我现在先放在上层，你拿出来看，有两罐。你看我喝太多的，太大口水哦。他可能要拿下来了。我不敢喝哎、欸。那个超好的呢，他是麦当劳的呢。凤梨。